你不是要去屌啊？哪里？我跟你讲，其实有很多人呢都可以看到鬼的，只是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是觉得好奇，不是想打架。啊，如果你永远看到有人表你的话，你千万不要把人抓到我的家了 ，OK？ 你屌啊，你啊，拉妹，屌啊！冇得叫啊！